天气冷，嘴唇容易干裂，需要使用护唇膏。但根据医师建议，最好要怎么样涂才不会越擦越干呢？A. 由左往右涂抹。B. 由上往下涂抹。C. 只涂上层。计时开始，到底要怎么涂嘞？应该是我看看。正常我们习惯性女生都会直接左右横绑。这应该是由上往下。但我觉得通常这个东西。由上往下是这样吗？就是上唇先涂完，然后再吞下。所以由左往右。基本上没有人在只涂上唇的啦，只涂上唇到下唇怎么办？还有这样，用厘米的。这样涂啊？不是，上唇先涂。对，应该是上唇，然后再涂下唇。所以应该是由上往下，对不对？由上往下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左往右这个，不管右往左还是左往右，是上下是。有信心，对，有信心，由上往下，好不好？要握手了吗？来，五四。三二，来，请选择。答案是 B， 由上往下涂抹。对，由上往下涂抹，对或错？ Three, two, one. 日本的皮肤科医师表示，由于唇部皮肤本来就比较脆弱，涂抹护唇膏时不宜过度用力，尤其是棒状的护唇膏更要注意了。一般人拿起护唇膏，习惯由左往右，上唇涂完涂下唇。但正确涂法是应该顺着唇纹呐，由上往下均纹的涂了。嗯，啊，有的人是用手嘛，用手去点，用手蘸。啊，有的人用棉花棒，用棉花棒，对不对？不一样。